Mamiya C3 改的拍立得。今天光线特别强，尤其在这种顺光、强光的条件下拍的拍立得。那么我们一般这样强的光，估计它机械化能在500的速度是够的，所以光圈我们可能要收到很小，大概是10以上，16。那前面正好一个铁栏过去，这里景色是不错，所以光线是特别强的。那么刚才有拍了一些照片，有些不错的照片，也是这一张。所以你在这样一个全手动的机械的这样一个拍立得的机器使用的情况下，你可以用它自由发挥一些题材。这样的景色，我们可以用光影一种强的对比和反差，造成一种相对抽象一些的画面。刚刚这张。是蛮有意思的。今天用了一个，你看一下这个镜头，今天用的是一个长焦非常长的一个180的一个镜头，Mamiya180的一个镜头。哎，这个带你去旅游或者是在度假当中，你可以充分的发挥你的想象力，然后结合这样东西拍一些自己满意的题材。